好，春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期买的鞋子，然后还有高询问度的靴子。然后我发现竟然大部分都是黑色，所以今天也算是一个黑鞋特辑。那我今天是在摄影棚拍摄，好像会有一点回音比较明显的状况，还请大家见谅。那如果你们对今天这一集影片有兴趣的话，就赶快跟我一起看下去吧。那我先从球鞋开始好了。如果你认识我很久，应该会知道我超级爱买球鞋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球鞋控。那首先第一双鞋呢是 Nike， 我在 Nike 的官网上面买的。这个是 Air Jordan 1的 Elevator， 是低筒但是厚底的一个版型。那我觉得呢，它还蛮像 Dunk 的，就是之前我有一双绿色，就其实整体的鞋型，你可能第一直觉都会以为哦，这是一双 Dunk。那因为我本身对于球鞋不知道特别深入的研究，就是平常就只是一个平凡但是很爱买球鞋的一个人。然后它这双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就是它真的超硬，我只要穿它，我的脚底板到整个脚趾都很痛。它就是一双我觉得只能当作搭配鞋来看的鞋子，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穿着它出国，或者是想要穿着它一整天去逛街的话，都非常不推荐。但我必须说，它让我搭配性非常的高，就我不管怎么搭配啊，想要有点小男孩感，都比绿色的蛋壳来说更好去做穿搭，所以还是蛮值得入手，就是看你自己的取舍。如果想要舒适面向，这双就没有那么的推荐。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鞋子里面的鞋底是做像这样子，有一点像软木塞的感觉。然后其他地方呢，我是没有觉得跟蛋壳到底有什么差异，真的是超级像。如果有那种资深的球鞋玩家很懂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然后这厚底的地方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它没有到非常厚底，所以如果你真的很讨厌超级厚的厚底，就是觉得像恨天高的话，这双就算日常还蛮好驾驭的一个厚底的高度，所以它穿起来没办法变得很高。就是如果你要跟待会我要介绍的一些厚底的靴子啊来相较的话，就是觉得比较普通，就是一点点平行的长高而已。再来这一双呢，是我最近期抽到的 Converse 的公关品。那这双呢，它就是超级厚的，跟刚刚的 Nike 比，它的厚度应该是它的两倍。所以如果我想要长高，或者说我今天那一款裤子它是比较偏长，然后需要我里面的厚底鞋更高一点，让我的腿长比例变得更好的话，我就会派上这双。而且这双穿上去之后，马上整个潮流感会 up。那你们看它的鞋底是这种很像闪电的感觉，所以会给人家一种比较不太好驾驭、没那么亲民的一个造型。你看它就是会太 man 吗？好像很太帅的感觉啊！因为我们今天进摄影棚，所以鞋底都会贴胶，就是长这个样子。我这双鞋是拿24号，但是我觉得它穿起来有点松，就是我的鞋带这边要绑更紧一点点，穿起来比较不会有那种觉得好像要掉跟的感觉。但整体来说穿起来超舒服的，就我穿着它一整天也都不会出问题，就不会像刚刚的 Nike 那双 Elevator 那么的惨。我记得我上次穿那双 Nike Elevator。走了一整天之后，我整个觉得我的脚要废掉，我真的是即刻马上想要赶快躺去饭店里休息，非常痛苦。所以 Converse 这双，我觉得它就是你想要舒适，但又想要个性，又想要厚底的人，就可以考虑这个。那他们其实厚底也玩了很多种的鞋底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实际去柜上看看有没有你比较接受的一个款式。因为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偏前卫跟不好驾驭一点点，然后没那么的日常。就是如果你本身很爱玩穿搭的话，这双鞋就可以考虑。那它前面呢，这边这个部分是做有点奶油白色的，不是纯白色的。那我觉得这样配起来很可爱，加上它这边又是做了这种一层一层的颜色配色，就会看起来蛮像一个蛋糕的奶油鞋底，然后后面又变得很有个性。所以这双鞋我是近期还蛮常搭配到它的。那如果你要问说跟我前阵子去日本买的 Track Wave 的差别的话呢，我觉得 Track Wave 它穿起来会比较日常，然后女孩感多一点点，不会说像这双那么的潮流或是比较中性化一点点，所以就是看你自己平常的喜好。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只是想要买一双的话，还是比较推荐买 Track Wave。我先介绍完运动品牌的鞋子，然后我后面再来介绍其他我最近还蛮常被询问到的搭配鞋款。好，那就是这一双，这双应该也不陌生，我之前在别集的影片里也有跟大家分享，就是 Adidas 的厨师鞋。那这双厨师鞋呢，有好像3-4个颜色吧。那 我除了买这双有点肤性色的之外呢，还有买了一双，像是粉绿色的，后来非常后悔买了那双粉绿色，因为我其实原本就是觉得哇，这双粉金色的很好搭哎，那我要再去买绿色的，就是想要把它包色，可以让穿搭很多变化。就粉绿色那双真的超难搭，如果你很怕很难搭配你平常衣柜的衣服的话，真的就不要轻易的挑战。好，那我们来看肤性色的这个，哎，因为我穿超级久了。就穿了好一阵子，所以它其实上面还蛮多粉尘脏污，就是我日常使用的一个痕迹。那它这个鞋子呢，它的鞋底做的超级软的，这个是有一点像那种运动鞋的那种气垫鞋底哦，不是说你外面看起来像橡胶，里面的底是橡胶，就是它完全不一样的材质，所以你脚踩进去的时候会真的有一种。好像有人会说什么踩屎感，虽然真的那些人是有踩过屎嘛，为什么知道踩屎感是什么感觉呢？
但总之我觉得它穿起来就是很软，然后脚有种很轻盈在云上面的感觉。那我是踩过云吗？就是弹很海绵很弹的感觉，很舒服。那它这个呢就是头大大的，所以如果你很不喜欢大头鞋的感觉，这双就也没那么适合。如果你要说它到底实不实穿呢，我觉得可能要比较喜欢运动风格的人去搭配。不过我上次二手拍的时候有看到穿豹纹裙跟针织上衣，然后把它搭配起来很协调很好看，所以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很局限在什么样的风格，就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玩出自己的穿搭创意的火花。那只是说如果第一直觉来说的话，就是配一些比较休闲风格会非常非常的 match。 然后它这个地方很多人会说这里会不会磨到，我穿的话如果没有穿袜子，这个边边地方的确会有点磨脚背，我会建议就是搭袜子也比较好看，自己不会把它单穿。然后它因为是整个包脚的嘛，包脚的鞋子基本上就是一定会闷啊，所以你不要想说它是会不会透气，它就没有孔洞，所以穿起来就是会流汗。如果穿袜子的话，湿湿的感觉会改善还蛮多的。我买的这个尺码呢是24.5号，比我平常穿的鞋子再大半号，那我就穿起来就是会比较舒服，也不会觉得那么挤，然后这背后的地方也都不会磨我的脚跟。然后我之前在 IG 上有跟大家分享这双鞋的时候，就有人说韩国很红的 Rockfish 也有推出类似的款式，然后我后来就也真的把它买回来了。那可是我今天没有带到那一双，就是类似这种鞋型，那个我不太喜欢，它整个头没有像这双那么的利落跟有造型的感觉，所以我比较推荐买艾迪达这一双。那 Rockfish 我有带另外一双的短筒的雨靴，等一下跟大家分享。然后艾迪达它前面呢就是做像这样子的三叶草的一个造型，这个就是他们 Original 那个系列他们推出来的鞋款，听说现在也是数量不多的样子，然后真的是还蛮推荐大家想要耍废的时候穿上它，真的很适合，真的很会搭的人就可以把它驾驭得很好。好，我接着介绍 Rockfish 这一双鞋。噔噔，因为韩国好像有一阵子超级常下雨，就是他们有一个季节就是雨季，然后所以 Rockfish 他们就刚好趁势就推出了雨靴款式，就是像这样子的，然后又有短筒拖鞋式的，就是各种样子的。然后我那时候原本是要买它的奶油白，结果那时候代购说奶油白要等超级久的，就我已经等了一个月半了吧，都还没有来。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换成可可色？没想到我后来觉得换了可可色是正确的决定，因为可可色会比较好搭，我觉得它照片很好看啊，然后小红书上也有蛮多人去买，然后是实穿的。那我就觉得我自己穿好像没有到那个照片里那么的好看，我觉得它这个鞋头的部分的设计，整体的脚型没有那么的好看，然后也是那种胖胖的。不过它穿起来就是有那种可爱的卡通人物的造型。它这个摸起来内里的部分呢，跟外面是差一点点，就是里面是比较有点纸滑的感觉，可是一样都是做橡胶一体成型的，跟刚刚艾迪达的不一样。艾迪达的鞋底是很有气垫，很软的，所以如果这两双要来比较说舒适度的话，艾迪达那双是获胜的。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走一个可爱造型。那我还没有实际穿着它去雨天走过，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防水？如果真的有穿到的话，再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鞋子的筒高呢，我觉得还蛮友善，就是有腿肚的人不会到觉得很显胖、很截断的一个比例。但我还是建议大家穿这个的时候呢，可能还是搭配一点点的袜子，就是整个脚的显瘦度，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就是我自己穿这双鞋的一个心得。好，接下来我要来介绍的是，应该从去年秋冬到今年的秋天，我都一直有拿出来穿的一双短靴，就是它这双鞋呢是小 CK 的。我每次只要穿着它拍照啊，都一定会被问。那去年分享的时候，其实他们好像已经到了季末嘛，所以这双鞋的数量没有到很多了。那我前几天去查询了一下这双鞋，他们又上架了，就是重新再次回归。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一集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你把它买回去，因为它穿起来真的是超显瘦，对于粗腿来说是一个救星等级的袜靴。因为像袜靴就会很容易担心显胖，它这双穿起来真的很显瘦，就是不管是搭配长裙啊或者是短裤，我觉得整个造型感都很好。整个鞋型的设计啊属于比较个性派的，所以它很好去综合掉你其他穿搭上可能觉得太甜美啊或是太女孩子气的一个氛围。那如果你真的想要酷帅的话，穿上它整个是超级加成，效果超好的。然后它这个皮革呢是合成皮的，那穿起来呢我觉得也没有到很热闷，就整体舒适度还蛮好，可是它没有办法拉很宽，其实小腿肚的部分还是会有点紧紧的感觉，但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然后穿起来也不会说因为太紧产生很多折痕。你看我已经穿了一年多了，整个皮质的表现也都很好，也没有皲裂，所以这双真的是我目前秋冬最喜欢的爱靴。然后它的前方的设计呢是这样子的。
它另外呢还有推出新的颜色，那我后来也有把白色买回来，可是我觉得白色真的不好搭，就不知道什么，我觉得穿起来好像美少女战士嘛，就是效果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个人没有那么推荐。就是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就买黑色就好，是最实搭的颜色。除非你真的黑靴太多了，想要玩各种变化的话，再去买那双白靴。对，然后就是走一个前低后高的一个鞋型，也有带这双鞋出门，真的很舒服，脚感很好。所以大家秋冬如果有在找一双好搭的显瘦的袜靴，然后又想要有点厚底造型性的话，我真的觉得这双很值得入手。再来就是我最近入手的一双玛丽珍鞋，那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有穿出门，超可爱的。这双鞋呢是走漆皮的路线，结合我很喜欢的这种锯齿的元素，然后就不会觉得玛丽珍鞋显得太甜腻，因为玛丽珍鞋本来就是属于一个女性化感觉比较重的鞋款。那它这样子做了之后呢，我觉得我如果想要搭配一些休闲感的氛围，也可以混搭得很好。所以这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双玛丽珍鞋，很常拿它出来搭配穿。我觉得它这双呢，不管是搭白袜或是黑袜，或是有造型的袜款，然后你可以搭配短裤就会很好看的。如果说腿比较漂亮的人啊，你也可以直接穿那种黑色的长袜，效果也会蛮好的。那这双鞋呢，我就是平常穿38号，然后这双鞋是买38号，所以没有特别拿大或是拿小。穿这双鞋的感受呢，就是觉得它不会去挤我的脚，不管是你的侧边啊或是前方，都没有觉得很压迫不舒服的感觉。穿这双出门一整天，那时候去香港的感觉都觉得蛮好，都也没有磨脚，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双。然后这个的话呢，我是在网络上买的，我那时候在逛 Zara 的时候，它还出现在就是即将上架，所以我就是在它第一天上架的时候就买回来了。真的觉得它穿起来的效果很好，而且整个人的腿部比例啊跟显瘦度都超级好的一双玛丽珍鞋，然后算是可酷可甜的一个设计。它的鞋型是我觉得比较日常的，不会说觉得头太胖啊，或者是说头太尖啊什么的，因为有一些是做比较合脚型的那种，我觉得就是会让我的脚的分量感没那么多，穿上身的时候会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好像这样子的造型，真的实搭度非常非常的高。里面的鞋垫呢是有做像这样子算是常见的那种鞋垫的感觉，那可是它这双漆皮的鞋子呢，可能我的走路姿势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它的内侧的地方呢会有一些摩擦，就是会像这样子，就是它外面这种漆光面会被磨掉，那你们可以自己参考一下，也许你的脚走路姿势没有不好的话，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我真的觉得我是厚底鞋的爱好者，几乎都是买厚底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那再来我们介绍最后一双，最后一双是我在虾皮，那时候虾皮正在做折扣季，然后我就逛到了 Miss 21他们推出来的这一双厚底的乐福鞋。因为我之前就买过 Miss 21的一双杏色乐福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那双穿起来很可爱，就是有一种甜美的奶油系的氛围，所以我就是从那双鞋开始对他们家品牌印象感很好。那他们家的设计风格呢，就是比较前卫，然后有点 Y2K 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要找比较日常的鞋款也是有，只是说我觉得它都会在日常中多了一点点创新的设计，所以还蛮值得一逛的。就如果你想要找特殊的鞋款，然后不想要那么的无聊或是很容易撞款的话，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逛逛看 Miss 21。那这双厚底鞋呢，我会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旁边这样真的很特别，它是做这样子拼了3层片的一个鞋底，然后这边都很硬实，是扎实的那种。这个触感有点像是很硬实的海绵吗？我也不确定，就你好像压下去会凹陷的。对，这什么材质？有点像软木塞，然后外面是做磨毛，就很特别，拼了2个层板，然后让它看起来很有层次感。看它从正面看到侧面都非常非常的有存在感。当我穿搭很无聊的时候，我就会穿上它，我就觉得今天整个穿搭变得有重点了，穿起来的就是整个效果跟气场就是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是走比较方头的类型，之前乐福鞋都比较偏向圆头的，所以就想说也可以尝试看看像这样方头的。可是因为它是方头的，然后加上它这边有一点鞋跟的设计，所以就会觉得偏正式感多一点点。如果你搭配一些可能短裤或是有短袜的状况的话是还 OK 的，那如果你搭配长裤的话，整个就是上班风格比较偏向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然后这双鞋呢，就是跟我以往穿 Miss 21的印象感一样，就是一样很舒服，然后后面的话也不会去磨我的脚跟，还是蛮推荐这个品牌的。好的，那以上就是我最近期买的鞋子，就是很喜欢的，然后还有还蛮常被大家询问到的鞋款，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一集的分享。那如果你们有另外推荐什么鞋款，或者喜欢今天影片里介绍的哪一双鞋，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拜拜。